大熊猫甜甜儿有咗，究竟边个系爸爸？啰啰乱死胃疼，旅居苏格兰爱丁堡动物园嘅大熊猫甜甜仲唔系有咗？动物园话甜甜近排胃口变咗，蛋白同孕酮水平仲显示可能有起啊！佢仲变得情绪化，四周围揾树叶想筑巢，好似准备再做妈妈噃。不过佢好抗拒做超声波，所以家阵园方都未能够百分百肯定佢有咗噶。点解要分开我同老婆，仲有我个 B B 啊？怕你整亲老婆嘛？但系边个话个 B B 实系你噶？虽然我已经死咗。但动物园见你老婆唔想同你曳曳，四月嗰阵就喺德国攞我啲精子同你啲精子帮佢人工受孕。要知边个系爹哋，咁就要等到 B B 出世之后验血验 D N A 自知啦，又唔使等好耐嘅。动物园预测 B B 最快两个礼拜之后出世。由于甜甜曾经生过孖胎，所以今次都有可能生孖 B 噶。动物园做足准备之余，亦叫大家唔好有太大希望，因为甜甜都有可能系假怀孕，随时食炸糊噶。